好，第一题，奥德修斯跟他儿子的统治方式，他们两个人都是伊兹克这地方的，算是国王吧。奥德修斯老了嘛，他儿子就会继承，所以我们可以先看。等一下，既然要一起讨论，我可以开 Moodle。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段 ，It little profits that an idle king, by this still hearth among these barren crags, matched with an aged wife, I meet and dole unequal laws unto a savage race, that hoard and sleep and feed and know not me. 这是一句话。It little profits, 这样的作为没有太大利处，没有太大好处。什么样的作为呢？一个无所事事的国王，在这个静静的壁炉 家里的那个壁炉火炉边，在这个严格上来说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是充满着荒凉峭壁的地方 ，barren crags， 跟一个年迈的妻子匹配。我在这里呢，分配出、执行出这个法律的效果。Unequal 是说每一个人适得其所。对于我的人民，他的人民，他居然称为一个 savage race， 野蛮的人民。去分配出法律的制裁跟效力，而这些人只懂得囤积、睡觉、进食，却不认得我。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平常当国王是在干哪些事情，就是去，其实比较像是当一个法官嘛，就是人民有什么冲突就会来找他，然后没事的话他就是一个Idle King， 无所事事的国王。那看起来好像他没有在干嘛，可是他的人民过得也不错啊，囤积物资、睡觉、进食，就是有吃有喝，不需要就是上告国王的话，根本不认得国王是谁。这好像也是一个蛮安居乐业的一个小社会嘛。那我们看他儿子是怎么做的？下一页33行，This is my son, mine own Telemachus. 那个 mine own 是比较古老的说法，我们现在直接说 my own 就可以了。To whom I leave the scepter and the isle， 我会把权杖跟岛屿留给他。Well loved of me, discerning to fulfill this labor, 有足够的智慧去完成这项工作，就是国王的工作。By slow prudence, to make mild a rugged people, 用逐渐的智慧让粗犷的人民变得和顺。And through soft degrees,Subdue them to the useful and the good. 轻轻的一点一点的让他们屈服于有用的跟美好的事物。所以感觉他儿子的作为比父亲多一点点嘛。父亲就是你只要不要饿死就好了。而他说儿子好像会想要让他的人民受到教化吗？应该这样讲吗？毕竟父亲称他们是一个野蛮人民嘛，让人民能够得到教化，变得柔顺，然后将精力放在有用跟美好的事物上。所以这两个人的统治方式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嘛。
父亲是采，就是只要活着就没事，但是儿子好像是有要进一步的教化。这两个精神其实也可以去讲英国的殖民主义。我们等一下第六题可以提，会再提一下。好，第一题你们有其他想法或是要补充的吗？第二题65行，他说，奥德修斯说 ，Though much is taken, much abides。人老了，虽然被夺走很多，但是也留下很多。然后他继续说 ，And though we are not now the strength which in old days moved heaven and earth。虽然我们 不如当年力道强到可以动摇天庭 ，That which we are, we are。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仍然是什么样的人 ？That which we are, we are。人本身没有变。然后破折号后面他就去说明 ，One equal temper of heroic hearts。人齐心一力的充满英雄壮志 ，made weak by time and fate， 受时间跟命运的折磨 ，but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但是意志力仍然坚强，仍然愿意去努力去寻找去发现，绝不屈服。你们有看007落日危机吗 ？Skyfall， 那个有一景是 M 在国会议员前面在作证，然后他做证词的最后面，他想要朗读一首诗，他朗读就是这首，他朗读就是后面这一诗节，就是无论受时间多少摧残，仍然有英雄壮志想要去努力探索发掘，绝不屈挠。所以到底什么东西被夺走，什么东西留下呢？夺走的就是那个当年的英勇的力气已经不如当年了，这个是被夺走的，但是留下的还是那个心智还在，那个探索者的壮志还在。那下半就是开放式问题嘛，你同不同意他这样的说法？我想前半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同意嘛，人老了就是会变弱，身体上，当然也是有一些年长者还是维持的不错，天天运动啊，然后就是也相当健康，但是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不是不可能，只是说人老了之后要维持需要花更多气力。那后半呢？意志力还在吗？我觉得这也要看人吧。有些老人家其实就是还很有精神啊，然后活得很精彩啊。但是也有一些老人家其实那个当年的那种能量好像也渐渐消弱了。我其实觉得这两个有关联嘛，就是。如果我的身体不是很健康的话，那我的意志也会比较消沉。反过来也是嘛，就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就感觉就过得比较精彩。所以啊，尤里西斯这个奥德修斯，尤里西斯他的罗马名字，奥德修斯当年是什么去打特洛伊战争嘛的英雄之一，他的健康绝对没问题。即使人老了也还是很健康，所以他就还是充满了英雄壮志，想要去再干一票。这首诗要讲的就是这个啦，他就召集他的手下的水手，然后再一次出征。好，所以这一题你们有其他想法或是想要提问的吗？好，我想我们第五题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把整首诗讲一遍。我们先看第三题，
Ferreira and his previous wife in My Last Duchess, 他跟前妻的关系怎么样？所以这首诗就是他带媒人去参访，然后给他看一幅他前妻的画，然后借由讲这幅画呢，就开始讲他跟前妻的关系。我们看1256页，就从第一行啊，最后面。She had a heart, how shall I say, too soon made glad, too easily impressed. 他讲他前妻好像太容易就是被取悦。She liked whatever she looked on. Whatever 就是 whatever, 他为了那个要符合格律少一个音节。She liked whatever she looked on, and her looks went everywhere. 她看到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她什么都看得到，什么都去看了，应该说。Sir, 'twas all one. 都一样了，对她来说都一样。My favor at her breast, 不管是我对她的那个爱慕之情。The dropping of the daylight in the west. 等一下我讲一下单字好了。My favor at her breast. Breast, 你们现在知道是胸部。但是当年他讲的是，就是，你看过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女生的装扮嘛，就是大概就是低胸服，有露出来的那个部分，那个时候不认为是色情的，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女性美妙的地方之一，所以，只要就是只是露出上半部的话，这是诗人常常去称道女人，美妙的地方之一，所以他这边说 ，my favor at her breast。就是称赞她的美貌，就是我对妻子的爱慕之情。26行 ，The dropping of the daylight in the west， 或是西方日落的阳光。The bough of cherries some officious fool broke in the orchard for her， 或是某一个蠢蛋在果园里面折断的。一只那个樱桃树枝送给他的。The white mule she rode with round the terrace， 或是他在阳台上骑的那一匹白色的驴子，对他来说都一样的。All and each would draw from her alike the approving speech or blush at least， 个个都会引起他称赞的言语。或至少会让他脸朝泛红，就是脸朝泛红，意思就是有真情流露的意思啦，有真诚的感受到。She thanked men, good， 就是他懂得感谢，很好。But thanked somehow, I know not how, as if she ranked my gift of a 900 years old name.With anybody's gift， 他懂得感谢，这很好。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总觉得他的感谢方式，感觉好像比人家给他的礼物，和我给他的这个900年之久的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姓氏、家庭，那个感谢程度好像是一样的。Who'd stoop to blame this sort of trifling?这么微小的事情 ，trifling 的事情，谁会这个屈就去责难呢？谁会就是愿意把自己降下来去责难这么小的事情呢 ？Even had you skill in speech, which I have not, to make your will quite clear to such an one， 即便你能言善道，我就不行，能够。让他清楚明白，能够让这样的人 such a one 清楚明白。英式英文以前那个前面是还是 an， 是看下一个字是母音还是子音。但美式英文现在的决定不是字母是什么，而是发音是母音还是子音。所以我们现在会说 such a one， 因为 one 第一个音是 w 的音， one
是子音。所以即使你能够能言善道，能够让他这样的人明白 ，and say just this or that in you disgusts me， 你这样做或是那样做让我反感。Here you miss or there exceed the mark， 你这边是短处啊，你那一边又做太多。就意思说能，如果你真的能够说出来，对他指指点点，让他明白。And if she let herself be lessened so， 而假如她真的愿意，受教训 ，be lessened so 就是 be taught so， 愿意得到这个教训。Nor plainly set her wits to yours forsooth and made excuse， 而假如她也愿意不去跟你对抗，不去给你就是做借口。Forsooth 就是是一个语助词啦，它的意思是 in truth。我们今天讲说 indeed， 的确或是确实，它就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格律需要两个音节。即使他能够，你能够这样跟他讲，然后他也接受。即便如此，四十二行 ，in then 就是 even then would be some stooping。即使你这样做有效果，你还是等于屈就了自己。And I choose never to stoop， 而我是不绝对不屈就人的。Oh, sir, she smiled, no doubt, whenever I passed her。先生，确实我经过她的时候，她会对我微笑。But who passed without much the same smile？ 但又有谁从她身边经过，她不对她微笑呢 ？This grew。情况越演越烈，什么情况啊？其实就是他心里的情况嘛。越演越烈 ，I gave commands， 我下达指令 ，then all smiles stopped together， 他的微笑就完全停下了。这个 together 不是一起哈，这个 together 其实是 all together， 前面加一个 al， 就是完全的意思。然后他又把画风转回那幅画了。There she stands as if alive， 而他现在就在你面前栩栩如生。所以回到这第三题，他跟他前妻到底是什么关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吃醋的关系，好像觉得因为自己的那个贵族的名气很高，然后那个名字名分很老，很有分量，所以感觉就是，愿意把人家娶进来，就一定要非常感谢他，然后好像欠他的一样。任何对于别人好，或是说看到什么其他美好事情，如果表现出来的样子没有，就是跟对先生表现出来那种美好感受是一样等级的话，没有区别的话。这个主角就会吃醋，但是他又很高傲，又不愿意跟妻子沟通说我会在乎这些事情。对，他说我绝对不屈就 ，I never stoop。啊，所以就是自己就是脑内小剧场越演越烈，然后最后就下达指令，他妻子再也不微笑了。听起来好像是他把妻子干掉了。这老婆也是蛮可怜的，先生都不会沟通，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关系吧。其他人 有其他想法吗？或其他解释吗？因为这毕竟他是蛮隐晦的，也许我过度解释。好，那我们看第四题，他讲到后面。我们看53行好了，后面他这个时候要把媒人带下去，好像去干嘛干嘛。然后他说 ：“Nay, we'll go together down, sir。”不不不，我带你下去好了。Notice Neptune, though。啊，不过你看那边有一个海神雕像 ，taming a seahorse。他正在骑着一匹海马。Thought a rarity。这雕像人认为是很珍贵的。
which clouds of Innsbruck cast in bronze for me. 这个是 Innsbruck 的 Klaus 这个雕像家为我用铜打造的。然后注释有跟我们讲说，不知道这个雕像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是呢 ，Innsbruck 这个地方就是他想要新娶的这个女生家庭之所在，所以有点像是说，你看这雕像就是你们家乡的雕像家帮我打造的。所以为什么突然会提到这个海神雕像呢？跟整首诗的主题关系是什么呢？你仔细看看他怎么讲这雕像的。他有说这雕像很美吗？很壮观吗？很令人折服吗？没有，他只说一般人觉得很珍贵。所以对他来说，这雕像的价值不在于雕像本身，而是在于他的在他人眼光中的价值。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艺术品尝哦，这个是一个自恋跟高傲，很重视颜面呐，可以这样讲。然后另外他有特别提嘛，这是你们家乡的人就是打造来的，所以同时他也是把这雕像当做一种说服媒人的工具嘛。你看你们家，我跟你们家乡很熟啊，那边的雕像家都帮我这个打造这雕像了，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我们已经有关系的，然后就是如果你们那边的那个女主人愿意嫁过来的话，就是我也会对她非常就是敞开双臂欢迎她，诸如此类，要打造一个家庭温暖的感觉。可是你看她前面讲她跟前妻的关系，你就知道应该不是这样的。她前面讲就是什么很吃醋啊，在乎人家，想要控制人家的情感表达什么的。至少对我来说，他根本就是把妻子当作物品嘛，就像他看待这个雕像一样，不是看他本身的美貌，而是看人家觉得他怎么样，然后他可以拿来干嘛。那对前妻也是嘛，好像不是很 care 前妻真正的感受，只是觉得他很美，然后这个又希望他跟别人的关系不要太好。所以诗写到这里，就是雕像出现之前，其实两人的关系应该已经很清楚了。诗人最后又就是画龙点睛，给了我们一个雕像，让这样的氛围具象化，让我们确定说他确实就是对待前妻像对待一个雕像，对待一个物品一样，大概是这样吧。然后你也可以说，这个雕像的内容本身也是蛮男子气概的嘛，是一个海神，这个骑着海马的一种，就是，很充满英雄气概的一个构图，所以也会吸引我们的主角想要拥有这个雕像。差不多这样。其他人有别的想法吗？我是想要提问的。好，那我们就进到第五题了。第五题是要问这两首诗的异同之处，两个都是戏剧独白，最相近的就是这里了。戏剧独白就是这首诗，它是从一个特定的人物去写的，从他特定的角度，然后从他的双眼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检视他的为人跟那个态度。所以第一首诗《尤里西斯》充满壮志断腕，人虽老而宝刀未老那种状态，通常一般人会觉得很值得钦佩啦。第二首诗这个菲瑞尔公爵，这个妻子不见了，没有说妻子到底怎么了，但是总是妻子不见了，然后想要娶一个新的妻子，然后在说服媒人的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就是不以为意的讲出他跟前妻的这个奇怪的关系，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这个通常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可鄙。但究竟那个我已经回答了，就是他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就是因为第一个人
奥德修斯，他知道他现在什么状态，他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他有心他就去做了，他就真的去召集他的手下水手，然后真的就去再度远洋。但是第二首是 Ferreira， 他只知道他想要一个妻子，但是他没有特别去面对说他跟前妻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人家会不见，或是为什么会让他想让人家不见。然后也没有特别要什么遮羞，他根本不觉得有哪里 有值得遮羞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自我意识，对自己了解多少。然后当然就是诗的格律也是有差别嘛。如果你有仔细发现的话，第二首诗它是两两押韵。我念几行给你听。That's my last duchess painted on the wall, looking as if she were alive. I call that piece a wonder now. Fra Pandolf's hands worked busily a day, and there she stands. Will it please you sit and look at her? I said, Fra Pandolf by design, for never read strangers like you that pictured countenance, the depth and passion of its earnest glance. But to myself they turned, since none puts by the curtain I have drawn for you, but I. 对不对？两两押韵，而且格律也是非常工整的。但是他却能够借由这个非常工整的格律跟押韵，你如果把格律押韵忽略的话，这个人讲的话其实非常的自然，那个语气用语，如果你去考量他是中世纪的公爵的话，其实讲起话来相当自然，不做作，但却又完全符合格律，这个蛮厉害的。其实从这样 的诗的写作方式，我们其实可以体会到一个英文文法的秘诀之一。英文文法其实不是一套枷锁的工具，而是可以为你所用。我另外举个例子，川普当年第一次出来竞选的时候，很多美国记者除了讲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之外， 他们另外还有一项抱怨，就是川普演讲的时候常常脱稿。脱稿想到什么讲什么，那记者要誊稿的时候，这句子要怎么写，句子结构怎么断，标点符号怎么下，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想到什么讲什么，虚无缥缈，那你怎么办？所以每家报社的记者誊写下来的文字都一样，但是标点符号跟句子结构都差很多。这个就是文法为你所用，你不用受文法的枷锁。所以你看这首诗里面有括号补充的啦，有破折号的啦，中间突然出现一个问号啊什么的，这个都是文法跟标点屈就于人的自然语言使用。好，我们休息一下。哎，我等一下会介绍下一节，不是下个礼拜要上的诗作，然后会检讨期中考。哎，不对，要先回答第六题，还有第六题，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第六题。要怎么看出来这两首诗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作呢？哎，好，所以我们来看维多利亚时期有哪些特色。譬如说，第四行，女性开始得到一些法律上的权利了。这个其实也可以从《My Last Duchess》里面看出一些端倪嘛，就是它是一首讲历史事件的诗，所以以前跟现在的对比，为什么可以如此的看出这首诗里面前期的可怜状态跟处境呢？就是因为跟诗人当下的那个对待女性的方式差很多嘛。那其中之一就是开始渐渐赋予女性一些新的权利，相较之下，那个主角的前妻就特别可怜嘛，连个对人微笑的权利都没有。1847年小说开始盛行，也勉强也可以扯得上边嘛，因为这两首诗都是戏剧独白，都是从某一个人物角色去讲事情，其实它的小说性蛮高的，有点像我们说浪漫时期华兹华斯的诗，它是借由诗体做议论，所以有一种散文性。那这样的话，这两首诗借由人物去刻画，相当有小说性，虽然还是诗。1854年《The Angel in the House》讲家中天使那种传统女性典范。也可以在那个《Last Duchess》里面也看得出来嘛。这个他妻子就是没有在主角的眼里，他妻子就是没有守好本分嘛，就是对谁都一样，没有分亲疏远近。所以就是传统的对待女性的价值依然可以看得见，虽然有些检讨，但是还是有那样的样板存在。再来这个 ，energy, ingenuity, optimism, progress, utilitarianism， 这些东东都可以拿来讲《Ulysses》这首诗里面的主角，他就是充满着英雄壮志，仍然有非常乐观的想要再度远扬。然后他的儿子治理家乡的方式就是采取进步史观嘛，觉得就是可以渐渐让他的人民得以教化。其实这就跟英国的帝国主义也很像嘛。英国人的帝国主义跟其他欧洲的国家有点不同。像比利时统治刚果，他们唯一目的就是要榨取资源。但是英国人却觉得他们是什么西方文明巅峰，他们应该这个所殖民的地方要让那些当地人也要得到教化，然后也能够向历史的方向前进，其实就是变得越来越像英国人。所以 Telemachus 希望他的人民也可以变得柔顺进步，也是这样的精神。功利主义也是啊，我们刚刚看到他说希望人民的精神可以放到the useful and the good，有用而美好的，所以有用跟美好这两个连起来了，所以功利主义嘛，只要是有用有效的都是好的东西。那更不要讲到帝国，讲到全球贸易，奥德修斯他想要做的就是再度去，地中海上就是远行，这也是一种帝国扩张的一种心态。好，然后1886年的变身博士讲人的二元性，光明跟黑暗两面。虽然这两首诗算是早期的诗，但是这个时候讲人性的两面以及帝国主义的两面，不是说突然衍生出来的，而是他们回头发现一直都存在。
你要教化人家，但是教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去压迫人家。这个现象一直都存在，只是一般人不愿意去面对而已。所以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 My Last Duchess。 他表面上是一个很尊贵的贵族，然后很有钱，然后只是想 很爱他的太太，那现在太太不见得要娶一个新的，表面上是这样。可是我们借由读他的独白，他的自我呈现方式，我们发现他其实对待他妻子根本不像对待一个人一样，所以也是一种光明跟黑暗的人的二元性。二元性，不好意思，中文不好，差不多这样吧。比较看得到的就是这几个特征，那可以吗？有没有想提问？好，没有的话，我们来时间应该够了，我们先把诗讲完，然后再去检讨考这个期中考。好，刚刚第一诗节讲过了，我们继续。I cannot rest from travel. I will drink life to the lees. Lees 是那个杯底的那个如果是锅子的话，我们称为锅渣，那杯子的话叫什么？茶渣。所以 I will drink life to the lees. 我会把人生这一杯酒喝得尽光，要过得最精彩的人生。 All times I have enjoyed greatly, have suffered greatly.Both with those that loved me and alone. 所以我人生无时无刻不在享受，不在受难，那都是跟爱我的人，即便是跟爱我的人，或是我自己一个人。On shore, and when through scudding drifts the rainy Hyades vexed the dim sea. 无论是在海岸上，就是在陆地上，还是在海洋中被 Hyades 应该是我忘了是哪一个神，是风神吗？第四啊，没有啦，他是取一个天文气象啊，就是被天气，就是风雨被打得很惨，在这个困难重重的晦暗的海面上，所以不管是陆地上还是海面上，他人生都过得很精彩。I am become a name.首先，这文法不对。我们现在会说他 "I have become a name"， 这是比较旧的英文。就是我已经不是成名哦，我已经是一个名字的，就是人们知道我，只知道我的那个名声。For always roaming with a hungry heart, much have I seen and known。因为我到处遨游，都是带着一个饥饿的心灵，那个。贾博士不是讲什么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那个饥饿心灵的渴求，到处去遨游，所以我见到很多，我认识了很多 cities of men and manners， 各种人跟风俗的城市 ，climates, councils, governments, myself not least, but honored of them all。而这在 这一切之中呢，我不是最微小的，却是最被尊敬的一个。And drunk delight of battle with my peers, far on the ringing plains of windy Troy. 而我也在，我们从后面开始翻，我们也在风很大的这个特洛伊平原上面，跟我的同辈这个。最新在战斗。他说 "The ringing plains"， 为什么是 ringing 呢？因为就是什么盔甲声啦，然后什么那个剑击的金属声啊，敲击声。I am a part of all that I have met， 我所见的一切都有我的一部分，都变成我的一部分。好，现在反过来，我所见到的都拥有我的一部分。Yet all experience is an arch wherethrough gleams that untraveled world whose margin fades forever and forever when I move. 但这一切的经验跟体验呢，
都只不过是一个拱门，而穿越这个拱门呢，是尚未抵达过的世界的光芒，而这世界的边缘随着我移动，永远都在暗淡消沉下去。它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现象嘛，地平线有多远，那个距离不会变，你往前走它就往后退一步嘛，地平线。他把这个比喻成这世界他尚未抵达过的地方永远都在那里等着他，那个光芒就是象征那个吸引力，所以永远都有吸引着我尚未去过的地方。 How dull it is to pause, to make an end, to rust unburnished, not to shine in use. 在这边做停顿，做歇止，在这边生锈，不去擦亮，不去使用，是多么无聊的人生。所以这边又看到功利主义嘛， not to shine in use. As though to breathe were life. 该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能说光是呼吸就是活着呢？As though 如同嘛，他是说前面这几行的现象，就像是人家跟他说活着就呼吸就是活着一样。那他说就如同，意思说他不同意。Life piled on life were all too little. 你人生再多给我几回都不够用。And of one to me little remains.而我仅拥有的这个人生所剩不多了。But every hour is saved from that eternal silence. 但是每过一个小时，都算是赋予它有意义的一个小时。Eternal silence 就是人死后那个时间就对它没有意义了嘛。所以每过一个小时都是从这个死亡的这个无意义中拯救一个小时。 Something more, a bringer of new things. 每一小时也都可能带来新的东西。 And vile it were for some three suns to store and hoard myself. 而连续三天我把自己储藏起来，囤积起来，这样是多么恶劣凶恶，就是多么的你可以说暴殄天物吗？如果他自己是一个珍贵的经验体的话，是多么摧残自己。就是说这三天只是把它存起来，没有真的去使用它，没有真的去用它来体验世界。And this gray spirit, yearning in desire to follow knowledge like a sinking star beyond the utmost bound of human thought.而我这个已经头发灰白的这个灵魂，一直渴望着要追随着知识，像去追随正在下沉的星星一样，要追随超过人类思想的边缘。所以这一切都在描述他的那个渴望过更精彩人生的这种想法，想要体验更多，了解更多，学到更多。然后就介绍他儿子我们从39行。 Most blameless is he. 他没有什么好责怪的，非常的纯洁。 Centered in the sphere of common duties.他被置在一般生活责任之中，就是所意思说他的人生都是在处理这些生活杂事。 Decent not to fail in offices of tenderness. Office 其实就是 duty， 他不是办公，他是责任所以他为人正直，处理事情的柔软态度绝对不会失败。 And pay meet adoration to my household gods when I am gone. 而我离开之后呢，
他也会像我们的家神，因为古罗马的时候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神祇，会对我们的家神至上应有的尊敬跟崇拜。 He works his work, I mine. 他会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而我呢就要去做我要做的事情，我应该做的事情。 There lies the port. 港口就在那里，对不起，码头就在那里，不是码头，是 pier， 港口就在那里。 The vessel puffs her sail. 船帆被风吹起。 There gloom the dark broad seas. 眼前闪烁着暗沉而广袤的海洋。 My mariners, 我的水手， souls that have toiled and wrought and thought with me， 跟着我一起辛劳努力思索的这些灵魂。 That ever with a frolic welcome took the thunder and the sunshine， 遇到雷劈遇到阳光都是带着欢乐迎接的心情去面对。 And opposed free hearts, free foreheads， 面对一切的状态都带着自由的心灵，自由的额头。他这边的额头应该讲的是，他下面说他讲的是信心，就是你没有皱眉，没有担忧，充满了信心。这边的 opposed 不是反对吼，我讲一下，英文有一个介系词叫 against， 我们一般也认为是反对，但是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譬如说 to lean against the wall， 就是人那个靠在墙上，那个上英文也会用 against， 所以这边也是 opposed 不是反对，是面对。该怎么说，就是它是有一个接触面的， against 是有个接触面，靠在什么上面就是有接触到。 oppose 这边也是，所以带着自由心灵，带着无忧无虑的信心去面对一切的状态，一切的处境。 You and I are old， 他是跟他水手讲话。 You and I are old， old age hath yet his honor and his toil。Has 就是 has， 拥有。年长有他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辛劳。Death closes all， but something ere the end， ere 是 before， 但在结束之前还是有东西。Some work of noble note may yet be done， 在死前仍然有高尚的工作还可以去做。Not unbecoming men that strove with gods， 这样的工作呢，并不会不匹配曾跟神一并行走的人。如果你记得《奥德赛》里面，不是《奥德赛》，另外一个叫什么，《伊利亚德》。《伊利亚德》里面，英雄在战场上面，除了跟人打仗，还要跟神打仗。所以他这边就说我们曾经跟神一并行走过，那 年老之后留给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很匹配去，还是很匹配我们这样的人去做，这工作不会太低贱。 The lights begin to twinkle from the rocks， 就是太阳开始西斜了，那个照耀的光打在海浪拍打的石头上，闪闪发烁。The long day wanes， 就是太阳要下去了。The slow moon climbs， 月亮升起了。The deep moans round with many voices， The deep 是海洋，海洋以各种声音在呼唤我们。Come, my friends， 'tis not too late to seek a newer world。 Push off，就是从港口把船推开，开始去远行。Push off and sitting well in order， 就一排一排坐着。
smite the sounding furrows. 好，再来讲一下。古希腊的船只，古罗马船只也是，除了有船帆之外呢，另外还会用船桨。但是他们船桨不是像我们现在一个人、两个人，然后就是，譬如说一只手一个船桨，他们是船分两半，然后这一半的人坐一排一排的木凳，然后一排人拿一个大船桨，大家一起划，然后右边这一排也是一排一排也划他的船桨。所以你如果去看古希腊的船，他们是就是船边凸起一堆船桨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去划。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这个画面 ，sitting well in order， 大家排排坐 ，smite 是拍打，攻击，我说攻击好了，攻击 the sounding furrows， 他这边是把海浪比喻成田埂，所以去拍打那些海浪，去拍打那个水，去攻击它，努力的去划你的桨。For my purpose holds to sail beyond the sunset. 我的目标呢，就是要远行到日落之处以外。And the baths of all the western stars until I die. 所以要一直向西走，超越日落之处，超越星星沉下去的地方。他说 the baths of the stars 就是星星落到海里，好像在洗澡一样，这个比喻。一直向西走 ，until I die。It may be that the gulfs will wash us down。也许那个海浪会把我们吞没。Gulf 是低潮。It may be we shall touch the happy isles。或许我们会抵达，古希腊的类似天堂的地方。古希腊奥德赛里面有一段是奥德修斯有下到地狱里面去，然后去要见那个先知，但其实地狱是一部分，如果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天堂，单纯是看说你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人表现如何，你就可以去到哪边。所以他说或许我们会一路滑到天堂去。古希腊天堂不是天上，是地下，那地下通常就是从地面上有一个入口可以下去。And see the great Achilles, 阿基里斯 whom we knew。然后后面几行讲过了。对，所以这首诗就是这样的精神。这样可以吗？有没有想提问的？可以，时间多。OK， 好，我们讲第二首。My Last Duchess， 上个礼拜我有提醒说，也许他讲的是上一任妻子，也许他讲的是最后一任妻子。看他这样的讲话方式，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任的了，应该是娶不到下一任的。That's my last Duchess painted on the wall， 墙上挂的这幅画就是我上一个妻子。她是一个 Duke 嘛，是公爵，所以她的妻子就是一个 Duchess 女爵。Looking as if she were alive， 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其实他本文讲的是看起来像是活着一样，看起来好像他仍然活着，所以其实那个话里有暗藏玄机。I call that piece a wonder now， 我现在觉得这幅画画得太好了。Fra Pandolf's hands worked busily a day， 那下面有注释 ，Fra Pandolf 是画家。人家画了一整天 ，and there she stands。其实真的要画一幅好画，一天应该是不够啊。所以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那幅画应该真的，确实来说应该不是怎么样的画。有可能是这个公爵就是太比吝了，不愿意多支付下一天的工钱，就是要他赶快画完。这样的话也是对他妻子也是很不重视啊。武行 ，Would please you sit and look at her？ 你要不要坐下来好好欣赏这幅画 ？I said Fra Pandolf by design， 我是刻意讲这个画家名字的。For never read strangers like you that pictured countenance。
好，这句话有倒装。For strangers like you, never read that countenance. 对不起 ，never read that pictured countenance. 因为像你这样的陌生人，从未见过像这幅画里面这样的美貌面容。我们慢慢拆解。Strangers like you, 像你这样的陌生人，从未 read 其实是seen, 从未见过那个画里面的 pictured, ED 嘛，放在画里面的 countenance 是面容，意思说 我前期画成这样子美的，你从来 未见过的一种美。The depth and passion of its earnest glance, 它诚挚的眼神传达的深邃与热情。But to myself they turned. 但是这双眼睛曾经是朝向我这边看的。Since none puts by the curtain I have drawn for you but I. 为什么陌生人没见过呢？他这边就有说明了，不是因为他妻子对他多钟爱干嘛干嘛，而是因为我都不会把画前面的那个帘子拉开来给任何人看，我只让你看。也是一个小小的讽刺嘛，人们以为在讲他妻子多好，然后多稀有多珍贵什么，其实不是，他讲的是因为他画不随便给人看的。啊，有没有真的只给这个人看呢？也不知道，反正这是一个说辞嘛。什么什么这台车太难得一见了，你现在不买真的是这个错过的良机，诸如此类的话。And seemed as they would ask me if they durst how such a glance came there. 而他前面讲说从未见过这幅画的那些陌生人，如果真的见到的话，一定会向我询问。如果他们敢的话 ，durst 就是 dare， 胆敢。敢的话会问我怎么会有如此的双眸，如此的那个眼神。 So not the first are you to turn and ask thus. 因此呢，你不是第一个问过这样的问题的人。其实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论出没人应该是有问过他，哎，为什么你妻子的眼神如此的怎样怎样怎样。但是因为这是独白，所以我们看不到，我们对，读不到人家讲的话，我们只能从一个角色身上。Sir, 'twas not her husband's presence only called that spot of joy into the Duchess's cheek. 让女爵脸上有泛红的原因，不只是她妻子在场而已。这句也是倒装吗？其实不是倒装，因为它动词是 call， 带来，所以不只是先生在场而已，让女爵脸上泛红。Perhaps Frau Pandolf chanced to say， 也许画家不经意说了 ，Her mantle laps over my lady's wrist too much。你的那个披肩盖过太多手腕的，就是他在瞧那个，就是那个妻子的坐姿，看怎么样画会比较好看。或许他讲那个披肩放的位置盖过太多手腕的部分了。Or paint must never hope to reproduce the faint half flush that dies along her throat。再怎么画，都无法重置那个脖子上半泛红的半泛对那个光晕吗？我不会描述画，哎，很奇怪。总之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女主角那个女爵太美了，因为你如如果你说怎么画都无法重置，代表说就是太美了，画也画不出来。
的原因之一。Such stuff was courtesy, she thought. 她觉得人家讲这些话只是礼貌。And cause enough for calling up that spot of joy. 那人家对她礼貌，她就只好礼貌性的向人家就是脸朝泛红一下。我们现在觉得人家脸朝泛红是什么尴尬啦，或是什么害羞啦。但其实以前常常在文学作品里面看得到，说以前的女生是可以主动引起这样的反应，来作为一种礼貌性的回馈。然后接下来他讲他跟妻子的关系，这我们看过了。我们跳到46行后面。There she stands as if alive. 其实就跟上面那句一样讽刺嘛，这幅画就栩栩如生。但是严格上来说，文字意思是说他站在那边像是活着一样。Will it please you rise? 您请起，就不要再坐了，起来吧。We'll meet the company below then. 我们下楼去跟其他人会合，就是重回就是人群之中。I repeat, the count your master's known munificence.Is ample warrant that no just pretense of mine for dowry will be disallowed. 我先跟你讲结论，结论就是，我要嫁妆。那这句话讲得很委婉，所以就是有点啰嗦。您就是媒人的公爵，就是他要娶的那一家的那个女主人那一家的公爵。为人周知的富有 munificence， 我不知道你看得看不出来，它的字根跟 money 钱是同一个字根，所以 munificence 就是有很多钱。因为您主人有很富有，光这样就足以保证说，任何正当的嫁妆请求不会被否决。意思是说你们家那么有钱，给个嫁妆不会怎样吗？所以他讲他前妻讲很久，然后但是绕过头来应该要讲人家想要新娶的那妻子的好处的时候，他讲的却是他老爸很有钱，要给个嫁妆。下一行52行。 Though his fair daughter's self as I avowed at starting is my object.即使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样，我真正想要的是他女儿本身。那其实我们看得出来，他真的要的是钱呐、啊。他这一句话只是就是，保持颜面尊严。然后下面我们也看过嘛，突然提一个那个海神雕像。好，所以这首诗。有还有想提问的地方吗？好，没有的话，我们下礼拜要看两首诗，一个是 Matthew Arnold 的 Dover Beach。要收包包了，时间还很多了。Matthew Arnold 现在最知名的是他的评论作品，但是当年。他比较知名的是他的诗作，但其实现在他唯一知名的诗作就是这首 Dover Beach。 这首诗是借由自然涌物去在去讲19世纪末年对于进步史观的放弃，所以原本是觉得说就是历史越走越光明，但是其实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觉得就是越走越阴暗。所以这首诗在借由海滩上的景象，在讲说好像没有什么未来，没有什么希望了。第二首诗是吉柏林，白人的负担 ，The White Man's Burden。吉柏林是一个非常恶名昭彰的殖民主义者，他就觉得全世界都是野蛮人，然后是英国的职责要去教化这些野蛮人。但是一样，这首诗是写在19世纪末，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人的有这样的想法，他也看到了帝国主义的限制跟
负担。所以这首是讲白人的负担，不只是说英国人应该要去教化这些其他人，而是说你在教化的过程中必须要无怨无悔，因为这些当地人不会感谢你，甚至会就是讨厌你，恨你，想要把你赶走。那我们现在看会觉得当然啊，你谁叫你要来殖民我们，但是从他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到了下礼拜之前，你在读这两首的时候可以体验看看这样的人的思维，然后可以看说透过他的眼光，他所看到帝国的颓败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OK，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那个检讨期中考。就是这一首这个简短可爱的一首诗。 My heart leaps up when I behold a rainbow in the sky. 每当看到天空中有那个彩虹的时候，我的心就一跃而起，就很开心。 So was it when my life began, so is it now I am a man, so be it when I shall grow old or let me die.我人生最初的时候是如此，兽是如此的意思。我现在长大成人也是如此，而希望我未来年老的时候也会是如此。若不是的话，让我死去吧。所以他是如此重视、看重这样，就是看到自然而感到开心这样的体验。如果他对自然都灰心的话，他宁可死了，也不要继续活下去。所以现象是这样子，下一行在解释这个现象。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这一句我们之前课堂上有讲过。那这边的意思是说，人的一生可以从他小时候的样貌而决定，就是他小时候怎么样子，其实这一生大概就怎么样了。所以小时候看到这个彩虹很开心，他这一生都希望能够保持有一样的反应。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So my days bound each to each, 日复一日，每天连接到下一天，就是像一个时间线一样嘛，中间有一线，有一天，但是它前面有一天，后面也有一天，绑在一起的。Bound 是绑在一起的意思，所以我仅但愿我的日子能够日复一日，都以自然崇拜连接在一起，对于自然的崇拜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他日复一日没有自然的话，他就是好像就是每个日子都是独立看待，没有什么意义。是因为他对自然的崇拜，看到彩虹心就跳起来，这种精神让他的日子有意义。所以这首诗大概讲的是这个东西，那跟浪漫主义时期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如果你答案里面写说哦 so romantic， 这个不算分，这讲过了，浪漫主义一点都不浪漫，它是一种思维。所以有人提他对于看到大自然感受到情感啊，然后也有提到说他这是一个个人情感，很重视个人的情感，没错，没有提到任何别人，就是他自己而已。然后也有人提到，充满的哲思跟反思，看到大自然让他去想这些比较深的道理。是这样没错，不过大部分同学没有确切讲出来这个道理是什么。很多人有些人写说时间的流逝，时间的经过，但刚好这首诗讲的就是时间经过之后什么都没变，他还是一样崇尚自然。所以这个跟我们当初讲浪漫主义的诗诗人体验过后回家冥想就不一样了，因为冥想的时候多了一层距离，有了这层距离才能够把感觉变成诗，这是一个变化。但是在这首诗里面讲的就是时间过再久我也要有一样的感受，所以这是没有变化。
然后好像没有人提到I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希望每天都能够跟我的这一生就是有一个连结跟连续性这个概念。Natural piety 很多人有提到是对于自然的什么崇拜啊喜欢啊，但是好像没有人提到这个是一个超自然的解释。Piety 这个通常是对于神跟宗教的一个字，所以把自然看作神或是赋予它神性，这是一种超自然解释吗？你自己走去森林里面看你找都找不到神，所以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有人提到工业革命嘛，就是为什么他会担心年老之后不会有一样的反应呢？会不会灵魂是被一直不断工业化的社会给磨钝下去的？这也是可以的。Yeah， 所以这样讲下来已经有五六点了嘛，你们只需要举出三点就可以。那如果你只是泛泛而谈，没有提到诗句，或是如果你只提到诗句，没有把你所提的句子跟某一个想法连接起来，那个就不算分，因为是要借由诗来连回时代精神，所以你每一个例子两边都要有，又要有诗句，又要有时代精神的元素。如果只有一半的话，那一点就不算分。大概就这样吧。哦，然后那个有一两个人，其中一点是提说，因为是华兹华斯的诗，所以应该是浪漫时期。题干里面就有写说，你不能把诗人名字跟诗篇名字跟年份年那一年本身当作证据。你可以说那一个时期的时代背景跟历史背景，但是你不能说因为1807年就在浪漫时期之中，所以是一首浪漫时期的作品，这样子太简单的了。好，所以期中考有想提问吗 ？OK， 好，今天到这边，请记得两首诗要读完再来上课。你没有读完也要来的，但是希望有读完。哎，然后线上的同学，不知道为什么我麦克风有一搭没一搭的，所以有几句可能落掉，不好意思。没关系，谢谢老师。